丹东地摊儿。哎，这小子多少钱来了？两个五块钱。没有沙了哈。没有沙了。五块钱啊。小点儿。这哪里虾呢？这不是咱当地虾呢？是啊，是这个虾说便宜，个头小一点，回家煮煮看有没有肉啊。这点东西煮煮洗了四遍，不知道能没有沙了，咱们今天就给它煮了吧，比较简单一个方法啊，煮熟了之后看看到底肥不肥，口感怎么样。直接凉水下锅煮，开锅就熟了啊！开锅就熟，赶紧给它捞出来。看看这小虾子，这皮儿特别薄，吃一个尝尝，来一个。涮一下，还可以，再一个，这个小黄蚬的这个味道和肥瘦啊还可以吧，皮儿特别薄，但是跟我们丹东这个大黄蚬的比的话呢，它还是差了点意思，差了这个感觉，毕竟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，是吧？五块钱一斤，你想想买一斤咸菜现在还得八块钱，是不是？五块钱能买啥呀？所以说，如果要我给他一个推荐的指数的话，满分100分，我给他60分吧，能及格。还可以。